好啦，十一月又就好快嚟啦，咁啊呢一个月嘅图表技术呢个初班又开啦，咁我哋就会喺18号嘅两点钟至五点钟啦，咁又会开呢个初班，咁啊初班咧就会内容最主要咧就系介绍即系技术咩叫技术分析啦，点样画幅图啦，咁啊同埋咩叫趋势啦，咩叫图表形态啦，吓同埋咩叫做摇摆指数啦，咁同埋简单去介绍即系金股汇市嘅少少背景资料咁样嘅，咁啊初班朋友就即系参与啦，因为咧就前几个月我哋嘅节目咧反应都几唔错噶，咁至于咧就另外我哋喺十一月嘅25号咧，我哋就会开呢个实战班。实战班咧就今次我哋将会系第二次开啦。咁就实战班里边最主要咧就系每一只工具咧就更加深入去了解点样应用啦。咁同埋咧喺金股汇市嘅策略点样应用喺嗰个买卖交易里边吓，成个逻辑应该同埋成个思路点样去处理咧？咁我哋就会喺呢个实战班里边咧系一一探讨嘅。咁时间就会系11月25号啦，咁就分，因为需要时间长啲啊，总共系5个钟头嘅，咁就由上昼11点至1点啦，下昼2点至5点，咁啊5小时嘅，咁啊报名咧可以嚟呢个store.mhk.tv 或者 WhatsApp 9810887498108874，咁咧就有同事会回答你关于费用啦、时间同埋各方面嘅详细资料噶啦，多多参与，到时见，拜拜。